看齐藤的演出 ，Music。哎，喂，桃子姐的歌。哎呦，哎呦，有点感觉哦，有 feel， 有 tempo。眼睛可以打开吗？眼睛打开。委屈。好，老师接手一下。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幸福。哎呦啊！好有啊，真的。谁？他可以帮我拍 MV 吗？真的耶！哎呦，跟我说。对手戏耶，火起来的感觉。哇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哇！唱了啦，那个就唱了。哎呦，好酷哦！好厉害呀！哎呦，好有感觉哦！这真的可以拍 MV 耶！对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拍电影了，而且很卖座？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：当阿瑶老师专业的在操偶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阿瑶老师。对，你会这我们一直在看，你就忘了你的存在活了，全部都在看他了。对，因为其实操偶师好像对于这些偶是非常尊敬的。因为刚刚我们要请苏完真休息一下，我有注意到你的同行工作人员，他是一面抱着苏完真，一面有摸他头发，哎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尊重他，其实他就像一个生命一样。是。那平时我们就上戏会帮他照顾好。头发整理啊，或是说他的头脸部有黑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擦干净，然后在上戏前让他敷漂漂亮亮的，对对，漂漂亮亮的上戏，那看起来就像这是一个真人在镜头上表演一样。嗯，了解。好，今天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阿瑶老师，也先谢谢你的教导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两位。是的，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是 B 级的考试，要跟着音乐去摆动的是 B 型。对，其实我们的 B 级考试考过很多种，有时候是看随机反应，或是说我甚至下一首音乐给你或歌曲给你，你就自己去发挥，自己去诠释，去表达。接下来要考到 A 级的话，大概要有哪些内容？哇，那可能考的就不只是临场反应，它可能现场的特效啊、技术啦、整个控制全场录影的部分，可能全部都在里面。包含在这里面，因为听说你们里面还没有人考到 A 级，是不是？对，最高的话就是 B 级的老师傅这样子。考到 A 级是不是薪水比较高？对对，这是相对的道理。哦，真的？对对。大概B 级的师傅大概月薪可以问吗？以我来讲的话，大概是40000上。不过这个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说，他真的是要真功夫，一步一步来的。这个现在比较少这样的机会去磨练一个孩子，所以阿琳可以考虑一下。其实我小时候真的是想要有想过，但是因为他有很多的部门，包括剧本设计啊，还有那个后制。我之前有想要去做他的后制。对，那因为自己不够用功，就是那个没有进去。对呀，啊，你看连阿瑶师都才考到他们的人才，其实考核是蛮严格的，都很专业，听得出来非常严格。那为什么？请问都他们拿武器，好像我们刚刚看那个符都是左手在拿，对不对？其实现在的戏友大部分他的设计是以右手为主，那右手操作的话，就比如说大部分的人的都是右撇子嘛，对，所以他右手操作。那所以说现在的偶习惯也是在右手操作，那可是相对的变成说，他可能因为拿武器要承受一些重量，就变成是左手在拿。哦，因为你另外一手是很重量，另外一只手来辅助这样子。了解了哈，陈辉。那个老师，我想请问啊，就是因为现在那个人偶越做越真，越做越像人，那就是像刚刚老师讲，都很尊敬他，把他当一个生命看，那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出现？在录影的时候，导播把那个片子拍完，对不对？他在检查的时候，怎么发现有个角色偷偷的跑进来，有一个黑影。可是他在检查的时候，那个偶没有人拿，为什么他会自己上镜呢？为什么？但是确实是拍到了那个偶有镜，拍到了那个偶的黑影，然后又闪过。可是那一时间是没有人拿那个偶的。试图轻松，所以但是那个袋子还在，就对，就是说大家确实是。我们的导播比较所以说把它剪掉了。从此消失武林。那你们有谈论这件事吗？多多少少会谈。
嗯，就稍微弹，可是弹过就把它忘记了。嗯，弹过就因为那个如果有人拿会很明显嘛，因为你在操作的空间会有另外一位同事嘛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觉得这个对这个全台湾的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是一个这个福音啦，因为呢这个本台哦即将在7月1号晚上6点开始播出啦，在39台哈，《霹雳刀龙传说》是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达人老师啊，那他这个非常厉害哦。我们先看一段他 VCR。哇，厨师吗？厨师。好，猜一下他是不是烧肉达人呢？来，各位猜一下。猜猜看。Ruby。我觉得是沙画耶，就是感觉它那个是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可能是在作画跟艺术有关系的。那刚明明有什么颜色？是沙画啊，因为它刚刚那个白色啊，有可能是它在做底，先把底先画起来。好，说不定。我们来看一下 Ruby 有多么的笨。哎，一起欢迎沙画达人庄明达老师。哎，老师好。庄老师，老师好。知名沙画家庄明达老师曾利用沙子创作各式画作，而无师自通的他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惊奇的作品呢？哇，老师一开始就做这个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本来最早是做电视节目，然后做电视广告。真的？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25年前了吧？25年前做强棒初级跟强棒初级。这里同学应该没看过，有有有，我还去上过那节目嘞。哦，这样。我高中的时候去当的，还看到盛竹如大哥。对对对对对，从盛竹如、沈春华、八哥、杨海威、王瑞麟，对对对，我都还在台视。后来实在觉得这一行没有未来吗？还是？想要挑战，想要挑战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到广告公司做电视广告的企划总监。哦，对，企划总监。那后来，所以沙画纯粹是兴趣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早期有用沙做过动画，嗯，然后那是很早之前，那是后来那个2002年的时候看到韩国世足赛，嗯，有用沙做动画跟手进去作画的那种动作，那我觉得哎，手进去画这个速度蛮快的，嗯，所以是想说要研究如何用手做用沙作画这样子。这样子研究到学成大概要多久？刚刚那边是3年6个月的基本功，因为本身我美学底子就20-30年的经历了。对。